要健康，要诚实，要理财，要学习，要 fashion。我要你很好，耶！我是好爸，我是好妈，我是好小弟，我是好小妹，我是阿和伯啊啦！还有我阿和进嘛。哟吼！我很好，小剧场。弟弟啊，啊你在看什么电影啊？啊，就高年级实习生啊。啊，什么叫高年级实习生？哦啊，就是主角觉得他退休之后生活很无聊，所以就再进入职场工作啊。啊啊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这么老还去当实习生啊，不会被嫌脑筋反应不够快，或是体力没有办法负荷之类的吗？哪会啊，现在很多银发族在退休后都二度就业回到职场工作啊，像隔壁的王妈妈，她就跑去素食店打工啊，还有大阿姨啊，她从美发业退休之后不就也去当培训讲师了吗？对对对，像我们公司啊，现在都请了一些二度就业的高龄长者来上班，他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稳定性高，和同事也都能很融洽的相处，跟他们在一起工作都非常的愉快哦。是哦。是啊，而且现在人口老化问题严重，其实高龄劳动是未来的趋势，企业之间也都开始禁用银发族来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，所以吧，其实退休后啊，再进入职场一点都不奇怪，除了可以贡献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之外，而且以前为了养家，有很多自己有兴趣但却没办法去做的工作，在退休后就可以去尝试啦。哦，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呢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像劳动力发展署也有推职务再设计，就是协助中高龄者排除工作障碍，提升工作效能的服务哦。